Hello，大家好，我山上的小燕儿。这几天呢，天气变凉了，看我的床单还有被单都换掉啦。大家觉得好看吗？今天呢，我们来展示手账工具之梨形本。之前呢，有粉丝送过我好多手账贴纸啊，爸爸妈妈呢也给我买了好多，一卷一卷胶带撕起来看起来都不太方便，爸爸妈妈呢就帮我把它贴到了梨形本上。那今天呢，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一共有几本梨形本，它里面是怎么样的。首先呢，这里有两本，自己做的一本，还有这三本也都是自己做的。看，这是我的第一本梨形本，小麻薯的，来展示一下。这是我第一次贴梨形本的时候，就分享到这了。虽然我不是专业的手账博主，但是素材确实还是挺多的，所以粉丝老师说我买那么多素材也没见我做几个手账。主要呢，一我是手残党，二就是上初中以后这个学业非常忙啊，假期也没多少时间给大家做手账，多多包容一下。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加评论啊。